1995年，在宝岛台湾，诞生了一个守护女性乳房健康美丽的品牌——碧波婷。品牌源于一位丈夫对妻子深厚的爱。随着时代发展，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以及健康需求的提升，女性对于乳房的态度从关注外在美丽开始注重内在健康。1999年，碧波婷进驻祖国内地市场，不断普及中国女性对于乳房的保养意识，更落实预防胜于治疗的行动。从研发第一代内在负压养生仪，至今已让多位女性受益。一路走来，专注改善女性胸部亚健康问题。2010年，碧波婷与祖国经济发展重镇上海建立了企业据点，使品牌生根祖国大地，逐步稳健发展，秉承两岸是一家，同筑中国梦的理念，坚韧前行。2011年，以莲花代表洁净的爱，以水滴象征理解与包容，更以三片叶子蕴含333的中心理念，创立水莲花志愿者家园，提倡乳房养护行动，每周三为乳房保健日，每周三次，每次30分钟，关爱女性，扫除乳盲，致力用一份大爱守护女性健康，坚信美由善心来，心似莲花开。2015年，碧波婷展望未来，以祖国为中心，规划发展全国市场。研发产品至今已荣获多项世界专利，遍布9个国家和地区，包含美国 FCC 认证、欧盟 CE 认证，中国台湾研发工厂通过 ISO 9001合格生产认证，品牌与祖国各地参与展会，获得各项殊荣。在多项权威专利认证的背后，更提供客户3年品质保障、20年一气保修的售后条款。碧波婷具备研发产品的硬实力，更不断完善服务的软实力。企业发展时至今日，碧波婷秉承着欢喜、自在、坚持的理念，走过无数个年头。不忘初心，用一份关爱女性、扫除乳盲的使命，帮助女性远离乳房亚健康，致力做中国美胸产业倡导者，携手每一位女性展望大健康未来，期望共建一个没有乳腺癌的世界。碧波婷内在负压养生仪系列，通过律动负压、物理吸放按摩，达到人体养生作用。产品研发以现代科技融合中国6大传统养生术，包含推拿、按摩放松肌肉、舒缓酸痛不适；刮痧以滑罐方式畅通经络、气血循环，促进人体代谢、调理气血；艾灸温热循环，祛湿逐寒；拔罐融合改良为吸放式局部按摩；针灸通过吸放定管来刺激指定穴道；合六为一，蕴含以外养内、贯脉通经的养生理念。水莲花志愿者家园提倡333行动爱，
让我们一起每周三，每周三次，每次30分钟，关爱女性，扫除乳盲，坚信美由善心来，心事莲花开。